准备好了吗？今天佳琪要给大家带来一款，我跟你说真的好厉害呀！想到普洱一定会什么，会想到茶，但是我们今天不推荐普洱茶，我们推荐的是普洱咖啡。你们没有，对，不要紧张，没事啊，把你带回来，这是我创业到现在做的最对的一件事。不。 <笑>把茶都看成艺术总结过啊！他真的是一款彻彻底底的普洱。啊！农产品小商品化有三大要素：产地、物流、终端。这刚好是咱们三个人专业范畴。没事，你们看，你们打个灯咖啡的话。我来教你们。以后中国有多少农民，我就有多少客户。这个口气有点太大了吧？老板，我的乖乖，单车变摩托。 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？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？因为我们想让更多人能喝到这个咖啡，然后让大家过上向往的生活。怎么办？他说的话好打动我，然后你来当主播好不好？美们，十万件手续要快，准备好了吗？到点，来喽！